这个传说中七月半的王子啊，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嗨熊妹》啊，是灭火器的歌曲，非常特别的一个那个。那当然，这个时候我要替他做一下宣传，他也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二人矿池里面非常棒的贝斯手。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他们有巡回演出的海报什么，可以去给他们加加油。即将要发片，非常的棒，掌声来点鼓励一下哈。